看了吗？对，哎，高一点啊，拉丝，对，看这拉丝了吗？它粘稠度很好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啊，来，家人们看一眼，你们看一眼啊，而且我说了，只要我没有洗干净，超市东西你现场选，直接一块钱包邮带回家，你选冰箱、选电视都可以。我的天，一块钱都没有问题，就这么自信？对，就这么自信。来，家人们看一下啊，你们别着急啊，这个啊。我给你上完了之后，咱们就去打电话，打电话行不行？行。我们关播了，让老板给他打，行不行？行、啊。那你们就关注段子啊，关注段子。什么时候我们看，等他醒了，咱们怎么也得让人多睡会儿啊。昨天那都几点了，对不对？行。啊，来给那个水给我拿过来，来，给水拿过来。别着急，有些事情急于求成不是好事啊。来，我把这个桌子踩下去。来，我的天，你看这洗衣液，哇，这水都红了，红了是不是？火龙果是很难洗掉的，你看看，我的天，肯定是要翻车这样。翻车，我说了，超市里的东西色的了，啊，红色的了。来，给我倒掉，我再洗一遍。把水倒掉，等会火龙果放太多了，家人们，来看一下啊。我们家人们只买阿紫卖的，家人们只买阿紫，没有关系，你们买不买无所谓，啊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，一会儿不上车都行，嗯，啊，不上车，我也不给你们上，让你们看看我们家这个洗衣液有多好，行不行？咱今天就别上了，等阿紫好不好？没事没事，行不行？老板去接。啊，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把我们家好东西展示出来。我不给你们上车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就让你们看好不好？如果确实好，给家人们上，好不好？我要买。咱也不能让家人们在直播间白待着，来，咱错过了，那就等于白来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的。来，走。哎呀，白了。来，看好啊，再给我换点水，看着吧，第二边水还这么红。那说明火龙果放的真的多，真的多，火龙果放多。火龙果，你看、这个，加点水。这个火龙果的颜色全是火龙果的颜色。来，咱们仔细看着，家人们，错过了，咱直播间错过了等于白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。来，来，牛不牛？牛牛不牛？我就让你们看看啊，这有多牛！把牛字打在公屏上啊！你们只需夸个牛字就行，我不给你们上车啊！如果我洗干净了，夸个牛字行不行？行。然后我带你们去找阿紫，好不好？好，行不行？变回原样了呀！看好啊！来，三二一，哎呀妈，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，牛不牛？牛牛不牛？牛牛不牛？牛，是不是洗干净了吧？家人们打个牛字、啊、来啊，这款洗衣液就是好用，拿走吧，把洗衣液拿走，来，拿走吧。好多人说要上车了，老板娘不上了，然后我刚才说不给他们上了，要上，因为他们有些他们想等 那些说不上的是黑宝宝，知道吧？哦，他们不想让我们家人们抢到，因为他们自己不想要，就不想让我的家人们也抢到、哦，知道吧？我家人们在直播间待了一两小时了，对不对？陪伴我们这么长的时间，我说了给家人们炸福利，那就给家人们真正的炸福利。上九十九的，那这样我上十单行吗？我给他们上十单，就是给这些打上车的，来想要的家人们扣个一，你看有多少个扣一的，来想要的扣个一，扣一的你就给我上，有多少个扣一的上多少单，行，行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咱们错过等于白来，咱们这么好的产品，咱也做实验了，对不对？咱也来到超市了，你们去超市谁给你讲价格？
对不对？那今天来咱们直播间啊，咱们老板娘给咱们炸福利，来对不对？你这样，哥，既然这么多支持的，还有想要的，我不为别的，老板娘，我做这么大，我就是要个面子。哥，实话，你要面子，我也要面子。行。因为刚才有人说不想要，对不对？不想要。完了之后，又有大部分的家人们都想要，要满足大部分的需求。来，你看老板娘大不大气，就是说支持老板娘的人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在我身上赌，我拼了命的不能让你输。看好啊。29.9块一瓶，对不对？对，四斤装的，来，四斤装的，来，两瓶，来，三瓶，来，四瓶，来，五瓶，29.9块，对不对？对的。来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是多少斤了？多少斤？二十斤，对吗？对的。二十斤，29.95，150块钱了，对不对？来。我给你一个试用装，回家去体验，回家去体验，然后呢，好了你就留下来，不好了给老板娘拿回来，运险险7天无理由全都给你们安排上，行不行？行。你回家随便找一件白衣服，火龙果什么酱油蚝油你就往里怼，然后把它洗干净，洗不干净你就把这些都给我拿回来，行不行？行。就这个小孩的衣服都可以洗，内衣都可以洗的一个洗衣液，非常的安全，我家孩子都用这款洗衣液洗衣服啊，这个一袋听好，我这一袋是9.9块一袋，10块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给你一个去试用啊，来，今天这样，我再给三个，23斤了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不是23斤？是的。这样给这个袋我凑一瓶，这四袋是不是一瓶就是6瓶了？是的，是不是6瓶了？是的。来，直接这样，啥话不说，说多少钱了？29.9块，150了吧？150加40。190，对不对？来，直接79.9块，啊，所有拍的听好，我只给10个名额，给我锁单，然后一会儿我再给个惊喜。所有人拍的，一会儿拍了就给10个名额，我只给10个名额。79.9块，对，79.9块，我再给个惊喜，拍完了我再给惊喜，然后把链接下掉，我再给惊喜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直接给我上车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啊，杰宜家。线下5000多家商超都已经在卖这个洗衣液，并且听好啊，20多年的国货，你们可以查杰宜家这个牌子，杰宜家，看到没有？杰宜家这三个字去查查，啊，你去度娘上搜搜它，是不是20多年国货？啊，来，只是它不像蓝月亮这样打广告，打的那么狠，蓝月亮打广告费用就得上千个 W， 对不对？对，并且听好啊。而且我们家这个，我不想，就是说这个品牌不想把那个这个广告费花在那个电视台上，就想普遍老百姓身上。对啊，就想普遍老百姓上。我觉得这个厂家的老板是这个，他是明智的。很多现在卖的只是牌子，其实品质他不，甚至还不如这些，对不对？那是。保质期多久啊，老板娘？哎，我说给10个名额，保质期3年。3年，家人们。三年，听好啊，来。哎呀。老板娘一个唾沫一个钉，一个唾沫一个钉，下掉链接了吗？十个名额抢光了，已经抢光了，对不 对, 对，来，刚才所有拍到了，再给一个，太给力了，再给一个，再给一瓶4斤，我再给一个，再加一袋，再加一袋，一共29斤了呀，29斤，家人们大气的给我打包大气，大气，我要给你们发2个快递，就是白来，我要发2个快递，快递费都得20块钱，相当于59块钱带回家29斤，我快递费都得花20块钱，因为发2个快递，这玩意儿沉，将近30斤呐。满屏的大气，对不对？你看满。没有没抢到的，我上了，走了。啊，不，等一下，再上点，再上点。家人们好没，很多家人们是后面来的，知道吧？后面来的，刚才没抢到。因为我这个人，哥，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说支持我的人，我说了，我不会让他失望。所以说我说到哪办到哪，再上点，再给家人们上点，那是我的家人们，你得给我面子呀，再给家人们再上点。有多少人没拍到的，我看一下。 没拍到的家人们来直播间打个一，来，没拍到的，没拍到的小一扣起来，没拍到的扣个一，没拍到的咱们打个小一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这个政策真的好，没政策多好，好，是不是？家人们刚下班的，对，家人们刚下班刚进直播间，你看全是一，全是一啊，全是一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再给你们上1分钟，你们就拼手速。1分钟过后，哥不加单了，就1分钟。
行不行？好，一分钟过后不加单了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来，直接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来，把那脸皮也拿过来。来，来，家人们，到手，到手，一分钟的时间计时。六大瓶，家人们，到手六大瓶。来来来，你要不要？加五小袋儿。一分钟的时间啊！一分钟的时间，来，家人们，来，一分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政策好，六大瓶加五小袋，来，一分钟的时间，79.9，右下角小黄车，啊，拍了的打个一拍。一会儿咱们这样，咱们下播先，你他们都让你给阿紫打电话，行，我给你给阿紫打个电话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行不行？行，来，行不行？一分钟的时间，家人们，拍了打个一拍，还有20秒啊。超市里面的东西，家人们，咱不需要去担心品质的问题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还有还有十几秒啊，还有十几秒，还有十几秒啊，还有13秒。没有下单的家人们，咱们赶紧去下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只剩十秒了，最后剩还有7秒啊，还有7秒，拍的家人们赶紧去拍，还有2秒，还有1秒，来下交链接，下交链接，下交链接。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啊，这个就是玩一下，给大家玩一下，好不好啊？玩一下，这样咱们给家人们就是聊聊天吧，聊聊天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，咱俩我去接阿紫，然后你在超市等着我，然后咱把直播先关掉，行，关掉呢，然后我跟他说好，等他醒了我得等他，对不对？等人家醒了，人怎么也得休息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咱不能说是咱成年人干什么事儿，脑子一热去干事儿，不能这么干。我呢，我去让那个谁，让我助理在酒店等他，等到他醒，把他接到我这儿。我呢，先请他吃着饭。一会儿你跟奥克斯老总，我让他去招待你，你们俩吃个饭。行。吃个饭呢，然后呢，我给他聊好了，什么时候开播，你发段子吧。因为你手机在直播，对，你只要直播你就给大家告诉不了信息，嗯，发段子什么时候接到阿紫，让家人们来到直播间，行不行？行，好，这样做行不行，家人们？行，就是我什么时候接到我会给家人们汇报一下，行，然后家人们就再来直播间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行，我们也不是卖货，就是给你们炸点福利，炸点福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炸点福利，来，你们说不卖咱们就不卖，行不行？你们说不卖咱们就不卖。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流程可不可以，就是我让我助理在酒店前台等着阿紫醒来，让他多睡会儿。然后呢，阿紫收拾利索了，洗完脸呢，穿好衣服，收拾利索。我跟阿紫中午我们俩吃个饭，我让我那个奥克斯朋友带着我哥去吃饭。我跟阿紫聊妥了，再让他俩见面。然后呢，说好了之后开播给大家一个交代，行不行？行。行不行？行，你们看段子，今天时时刻刻把段子看住了，然后咱们再去做，行不行？行。然后通过段子几点开播，然后让他给你们个交代，行不行？行。行不行？行。这样做满意了吧？行。满意不满意？满意。如果这件事儿我没有办成的话，我就把这个超市给阿紫了，行不行？行。行不行？行。如果我把这件事办成了，你们能不能夸夸我，给我个表扬？可以，给我个表扬，行不行？行，行不行？那咱们现在就关播，我让我的助理去办这件事儿，行不行？行 ，OK， 来关播。什么时候开播看段子？看段子啊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播，阿紫什么时候醒不知道，啊，等他醒了之后，我怎么也让他把觉睡好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睡好了，什么时候开播不知道，一会儿给你们发段子。什么时候把这件事办妥了发段子，你们通过段子进来，行不行？行。时时刻刻关注这个账号，好不好？好。行，那就先挂了，先挂了。